数字化是本届冬奥会的一大特点。数字技术的支撑，让运动健儿的训练方案更加科学，让各项赛事的实况转播更为高清。本届冬奥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五 G、八 K 等一系列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冬奥智慧餐厅，机器人主厨可以实现二十四小时的点餐、制餐、出餐全流程自动化服务。 冬奥村里，运动员公寓的床可以实现按摩、零压力等多种模式。此外，智能防疫机器人、无人零售、数字人民币支付等科技都在冬奥会得到应用。 We are very happy with these uh, achievements and, and this is why uh, we appreciate so much the, the cooperation with uh, CMG and now with uh, CCTV 16 and uh, the Olympic Channel making another step, with 8K making another step in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on gratulate 祝贺 CMG for this wonderful achievement。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奥运史上首次采用 8K 视频技术直播开幕式和重要的体育赛事转播。北京也以此为契机，组织建立了全球首个城市级 8K 播放体系，在全市公共场所建设了20块 8K 大屏，部署了200台 8K 大尺寸电视机。这次北京冬奥会，呃，不仅是一项体育的赛事。 也是一项数字科技创新和应用的大会，数字媒体、智能通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一系列的科技成果都会成为重要的、宝贵的奥运遗产，在赛后呢进一步的推广应用。